哇，好深呢！我不会很深，我手机不够亮了，已经照不到里面了。他问他，啊哈，那我来知道吧。要知道吗？他就出从那边出来而已。是啊、哦。一个弯的。你手机也拿出来。真的可以探险呢。对，他说里面就是一个防空洞，那个还可以。我走前面嘛。对，你走前面。这前面这样录起来都没有东西。这样配上这张。太暗了，对啊，根本就看不到里面。那我们还要给东西。我的眼睛张最大了。哎呦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在讲放下去了。这边有楼梯耶，那也没看到。下次再带手电筒来玩好了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转弯处，等一下出去的哈。还没有哦，照帮你们照地上吗？照地上，帮你们照地上可以吗？照地上就好了，照地上好不好？妈妈看到这里。哦，看不到前面，左边有电灯哦，左边有电灯，小心哦。有电灯哦。对。我怕到前面才看得到，看到光了，看到光了。有看到光了。看到光了。这边地上稍微那个、哦、不平哦。这边有树枝哦。这边有树根哦，有树枝跑上来。哎，光前面有。上面有那个，上面有这个、哦。上面有树根。树根哦。哇！头上头，头爸爸头上都撞到树枝哦。树根呢？树根呢？有没有好好玩？山洞探险来。下次要带灯光来啦。你下次再一次好不好？我在里边。从这里出来了。别在这里，行。耶！哦！不要叫。下一只。耶！妹妹，小胡来照顾妹妹。妈妈一只。来，不要走。大人走前面。他怎么从这里出来？对啊，他弯度是这样弯的。所以那个走楼梯是下去是那个厕所了。走楼梯下去是厕所，有可能。好来。我不想再走了。没有。下次爸爸带灯来就可以了。爸爸。哎呀！以前不敢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刚才有一个楼梯下去是往厕所那边的。是啊、哦，下次我们去走去厕所那个好不好？你不走、啊？花子，就那里是花子居住的地方，好啊。厕所的花子，是你进去了那一间那个洞。哦，洞口探险来。洞口好了，我们就黑黑的影片po上去就好了。快点过去跟妈妈拍照。来，三、二。